现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三，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来，今天节目呢，咱们来介绍就是先知吼，红面西番鸭，无啦，我是咧笑讲咱台湾人最爱食红面鸭吼，最爱食姜母鸭吼。啊，这个名字听起来了，像这个先知的名叫做西番鸭，不是西番鸭，西番鸭哦，西番鸭。来讲就是西番鸭先知，伊所讲的话语就是将。普世性的审判，啊，这个普世性的审判呢，我就是要来强调讲，其中呢是针对各国民族，吼、哦，不是讲啊，上帝讲叫这个西番鸭讲，你对全地宣布，我要来审判，不是哦，上帝是叫伊安怎念名，念名呢，摩阿来听好，以色列听好，哦，这个某一个民族听好安尼，上帝是化名哦，一个。点名批判就对了，点名不是凊彩骂呢。你若凊彩骂呢，也不一定是讲我，迄是恁的别人。啊，若点你的名，你拢扫袂去。吼、哦，上帝透过西番鸭做一种审判，是点名的审判。一个民族来点伊的名，啊，一个也扫袂去，吼、哦，拢总扫袂去，通通有奖啦，拢总冇掉。所以可见，上帝对这个世间的审判是一种全面性的审判。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有一日伫上帝宝座前开始落来面，迄、那个上帝咧审判的时阵，就是照每一个民族，吼、哦，啊，照咱个人，啊，一个化名安尼，用这款的审判的方式。所以呐，安尼的时阵，迄、那个民族伊若有一个较特殊的文化，上帝会针对迄个文化就会加审判咯。所以在西方内面都有足侪形容词。哦，形象讲，比如讲，上帝敢那亲像关灯火，哦，关灯火出去外面，较早咧无一光灯的时阵啊，暗时啊无，人诶，伫过暝的人吼，哦，拢锵，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锵吼，啊，拢安尼咧伫外面咧巡逻的嘛，啊，迄拢关一卡灯啊，所以圣经内面西番鸭也是用安尼形象讲。妖花上帝关一卡顶在照，照啥？照讲你创啥？你创啥？哦，用安尼在照。我以前伫读大学的时候，因为阮校真宽，所以阮校当有一挂专门咧巡逻的啦。啊，迄拢是叫学生啊攻读啦。我那捌一段时间捌做过吼，迄提着足大卡的手电啊，啊，翘倒来出去巡逻啦。哦，啊，出去巡逻，啊，出去巡逻是拄啊用迄足强的啊手电当啊照嘛，照看有歹人啊无嘛，哦。啊，迄个大学生吼，迄阵都当青春咧，足侪男男女女咧谈恋爱时啦，我嘛嬉皮他们操阿波，啊，所以阮迄阵吼，迄叫做校警队吼，伫下校啊，咧巡逻时吼，有当时啊，拢做爱恶作剧，啊，就是遐讲，啥物所在气温较好，啊，我都爱徛咧，就巡对遐去，哦，啊，迄手电啊啥咧，啊，你个照啊，一直个照啊，啊，当时啊，迄个咧约会男女啊，照一个拢会歹势安尼吼，哦，当时啊有，那有诶较无良心诶个。冲啦！你哪里冲啊？哦，哎，错一个呢，哦，竟然两个人爬起来，紧走，就是咧偷偷去约会啦。啊，约会唔是讲你咖啡厅，一个啉咖啡开讲，唔是啦。啊，就去找无人的所在吼，啊，踮咧这个月娘之下，踮啊看月娘，啊两个人可能即马佫坐咧时阵吼，一挂较热情的动作就出来啊，吼、哦。啊，所以校警队吼，踮咧咧巡的时阵，冲啥？吼、哦，一种错一条呢。抓条筋爬起来吼，吼，敢那讲去用发现安尼会惊，迄是古早较开放啦，即马咱唔敢啦。即马少年囡仔拜托咧，我带去到台北市个中正纪念堂，迄个唔是暗时，日时呢，那個、叫做光天化日，迄安尼日时哦、喔，迄男女安尼坐伫个广场啊，坐伫啊两个人烧金嘛，阮囝佫真好奇，安尼走去遐哭咧，安尼甲看，我们在干什么吼？很奇怪，叫倒来，唔好看，你想什么样吼？教歹囡仔大细咧，哎，迄种啊时代文化有共无？真正无共啊啦！所以讲圣经形容讲上帝那像咧关灯哦，关一挂电火，提一挂手电咧巡巡管，你是咧创啥？是毋是做一挂人叫做见不得人的啦吼？唔敢互知影的代志，上帝有在照，用这种形容词来形容讲咱在暗处所做的代志，上帝拢知影。咱伫无人诶时阵，别人无看到诶时阵，只有咱家己一个人，咱有啥物念头，咱做啥物代志，上帝拢知影。所以，这个先知用安尼来提醒，讲各民族哦，你卖叫是讲哦，你即马强，你叫是你即马国家真富足，经济真好，
安尼就是拢无代志。上帝咧看恁的罪，所以上帝嘛讲出来，讲出来这个审判话嘛带着真大的情绪啊。哦，伫第二章一开始就上帝就讲，讲唔知见晓的人啊，上帝骂人咧，骂人讲唔知见晓的人啊，做为了唔对的代志，家己阁唔知影。哦，所以这种文化的道德的问题在当时已经就真败坏了，所以何况到现在。哦，咱这个文化一定是愈来愈开放嘛，你无可能愈来愈保守，无可能嘛，一定是愈来愈开放，愈来愈开放。开放到咱即马这个时代，大家已经感觉这也无啥。即马因为有电脑，电脑会当以前是分外情尔，即马叫做网络一夜情吼，就是讲伫电脑上啊，拄到一个人，佮门框佮招呼出来食一顿啊饭，两人约会，啊约会了去旅馆开一个房间，以后两个人动作拢无熟悉。以前是爱开钱，但是感觉开钱无好算，因为开钱咱所得到的，无论你是男的找女的也好，女的找男的也好，迄都拢算职业的啦，吼、哦。啊，职业的咱都感觉迄无刺激，咱都爱看会当招一寡良家妇女无，啊，招一寡迄落特别结婚的无，啊，招一寡即落也是讲对婚，因已经感觉足无味的，想要找刺激的吼。啥物种的？啊，咱透过伫电脑上开讲了，人处理安尼发生问题。即咱来看，感觉是足新鲜的。咱来看，敢若讲真有意思，敢若讲真刺激。但是，即以上帝来看，是真不道德。即以圣经的角度来看，是爱接受审判呀。好、哦，所以在西方亚述里面，上帝就是针对这些百姓所做的代志，上帝啊发出审判的声音。所以，规个西方亚述里面有一个主题，迄、那个主题是啥物呢？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先帝讲一个重点，哦，讲你卖叫是讲上帝无看到，是时间也未到呢。哦，莫怪人咧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果，唔是唔报，是时机未到。就是讲时间也未到呢，你莫叫是无。所以在西方亚述内面，先帝也提出这个观点：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讲上帝伊有伊的日子，伊有伊的时间。当上帝要未出手拍人之前，你唔好想靠势，就是讲啊，无代志，无代志，无要紧。当迄日上帝出发的时阵，已经未赴啊，已经未赴啊。所以，请咱来相信，相信这个世间有审判，相信这个世间有一个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咱就要趁迄个日子要未来进前，西番阿叔来面也讲，你就趁迄个审判要未来进前，爱赶紧来悔改，求上帝来怜悯啊！爱赶紧对上帝讲，我认罪悔改，然后唔望上帝当怜悯迄个时代的罪恶。所以咱现代人活伫这个罪恶的时代，咱无去讲阿伯啦，无代志啦，那有安怎？咱愈来愈开放嘛。咱来想到讲，有一日上帝会因着咱的文化来审判，咱来相信讲，上帝伊的确会因着咱人所做的来审判咱。所以一个基督徒。不但是关心个人的修养、个人的道德、个人的行为，基督徒是不是也关心整个社会道德的败坏呢？爱，一定爱，因为圣经里面讲罪，不但是讲个人性的罪，也讲到团体性的罪。所以，咱基督徒有一个责任，咱来鼓励这个社会正面的风气。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像教会拢爱做文化的工作。教会不是干那讲啊。叫人来这做礼拜安尼尔，教会一定爱做文化的宣告。先来做文化的宣告，因为圣经内面上帝审判的是审判咱的文化，也包括在内。所以基督徒有一个责任哦，唔是跟他讲啊，咱去摕一本簿啊，啊踮路顶讲安尼讲这个福音桥啊，你捌听过这个无？上帝听你，跟他个人担刀，遐安尼无够。咱必须爱做文化的宣告，咱必须爱在文化这个层面，爱来做福音的工作。所以，亲爱朋友，教会一定爱来做社区的关怀，教会爱参与这个社会改造，一定爱。但是，社会改造是不是一定透过政治呢？政治是其中一个手段，但是不是只有透过政治，也是爱透过其他的社工。比如讲，像我的小小的教会，我就是做社区用一个发展协会，安尼啊，底下办一个活动，正面的活动。唔盲讲要来鼓励正面的观念，唔盲中在社会道德愈来愈败坏，迄咱要去硬甲动，咱动袂掉啦。你硬要动，你绝对要弄死去啦。咱无法度来动这个规个社会时代的潮流，无唔对。但是呢，咱会当将正面的声音来发出来，
好足济人感觉足孤单的时阵，感觉哦，未歹，恁教会至少还佫有真理，至少这个社会还佫有人在讲真话，迄就是教会爱欢爱的角色啊。所以呢，针对讲堕胎啦、同性恋啦，还是讲两性的问题啦、家庭夫妇的问题啦，我想教会的立场咯，爱非常的明确，爱非常非常的坚定。教会就是坚持家庭制度，教会坚持一夫一妻，教会反对离婚。哦，反对离婚不是讲咱讨厌离婚的人哦，这不同款哦。反对离婚就是讲教会立场，感觉讲袂当随便就离婚哦，一定爱继续为你的婚姻。你既然结婚啊，啊又叫你有囝，应该爱尽量来解决问题，唔是干那刀片尔，应该佫有其他的方法。这是教会立场。哦，教会爱关怀儿童，儿童的品格。唔是干那关心儿童的才艺，或会晓英文无，会晓数学无，会晓音乐无，唔是说哦，是关系因的人格，哦，关心因的人格问题，这是教会应该做的。或再来呢，教会应该爱参与一寡心理辅导方面的工作，哦，看咱有一寡人有问题，咱不一定讲教会做，咱来个介绍，哦，引进社会资源，还是讲足些福音机构的资源，来帮助咱的一个社区，和社区感觉讲这个教会伫遮，拢一直咧努力。也搁咧做这个救人的工作，也搁咧做这个正面的工作，和咱一般的咱民众朋友，伊虽然无打入去教会，至少伊爱知影，知影讲教会是代表正义的声音，也搁知影讲教会是一群人因愿意坚持对的代志，安尼才叫做教会。这就是西番雅书对咱带来一个足大一个启示，因为西番雅书内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一定有一日会来。咱就要趁迄个日子也未来进行，咱赶紧赶紧把握机会，将好物件继续甲坚持甲流传落去。吼、哦，这就亲像挪亚的日子啦，迄大水也未来进行吼，紧的会当救紧救。你若等甲开始咧落雨啊，上帝将这个挪亚吼，迄、那个船呐、啊、吼，迄、那个足大足大的叉溪啊吼，要关起来啊，迄、那个方舟要关门啊，未有啊，未有啊，迄、那个船都未有啊。所以今仔日也阁会富，今仔日咱也阁平安无战争，今仔日咱也阁真富足，今仔日大家拢也阁有足侪钱通开的时阵，我想这个时阵实在是教会一定爱认真做文化宣教的工作，安尼，好，唔盲讲，用安尼，让大家了解，哦，原来圣经里面有提到这个观念，这就是西番雅这个圣体所一直在强调的。好嘞，咱啊休困一下吼，等下了呢，咱来继续将西番雅书做一个结论，多谢。欢迎回来到三个节目，来，咱们来将这个西番雅这个圣体来简单做一个结论哈。西番雅是古约圣经里面呢，交代伊的家世背景呢，交代得上清楚的一位。哈、哦，圣经里面呢，这个圣体书里面呢，拢总八位，哈、哦，其中有八人是拢无交代因老爸什么人啦、啊，因的族谱哈，伊、哦、到底什么人的囝，什么人的孙，有八个哈、哦，对因的时代咱较无法度这样。这样要准确来去掌握，但是呢，西番雅伊是对伊的祖先有清楚交代，伊什么人的囝、什么人的孙，一直交代，拢总呢，伊的族谱，咱会当伫圣经里面讲，看到五代，五代讲出这个人的一个背景，所以真清楚有交代伊的年代的咧。迄个孙是亚哥亚罗撒令，也未被迫害，巴比伦的帝国也未来进行，耶路撒冷圣殿还阁有伫咧个时阵，而且迄个时，因为有一位好个王叫做约西亚，又带来一个宗教个复兴，所以国家原本看起来敢若亲像是袂歹，但是想袂到西番雅确实带来一种审判，西番雅确实对因来预言讲日后有一个妖化个日子，啊，到底是妖化个日子是发生啥物代志啦？但毋是啥物战争，战争。所以真清楚宣布讲，会战争会带来足大的破坏，所以以色列人因会被这个战争受到足大的伤害，而且这列国哦也拢总会受到战争的伤害。
所以上帝迄个足大的审判就是战争。虽然对西方亚述，咱会当有一个称号，就是世界末日。咱二十一世纪，可能也阁有二十二世纪，可能也阁有二十三世纪，咱唔知到底人类的未来还阁偌长，这咱唔知，吼、哦，这咱唔知影。但是有一点咱知影，多一点，咱知影讲这个世界到最后一定是发生战争。因为咱这个世界历史吼，上帝咧掌管这个世界，伊绝对袂讲安尼阁想一部新的，唔是。上帝拢予咱人对历史吼要学教示，上帝是足为咱好诶。所以上帝予咱这个历史吼，敢若亲像旧诶过去，新诶来，旧诶过去，新诶来，看起来一直咧变，其实呢，其中有一寡定律拢无改变。迄、那个定律无改变，就是当咱人犯罪到一个极限诶时阵，就会发生战争。当咱人诶罪恶足大诶时阵，就发生足大诶战争，来将一切拢毁灭掉。拢卖阁讲啊，拢卖阁讲啊！哦，拢总毁灭掉，这个战争是足恐怖的啦。所以在迄个时阵，上帝已经宣判，讲迄当时的列邦将来会被一个足大的权势、军事的力量，会来甲制裁。果然，后来历史上看到，真正照上帝所讲，已经应验了。伊迄个时代也无看到战争的影，但是后来证明伊是对的。所以，亲爱朋友，即摆你也感觉讲？啊！要怎嘛？甲咱台湾无关系啦，买啦，买进入咱台湾啦。迄美国甲中东个关系啦，啊，咱无要紧，咱无要紧。但是如果以圣经来看，无一个国家会当逃开这个战争个威力。尤其咱若讲世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个时阵，迄已经是一个足大足大个战争啊！迄叫做全球性个战争。以前个战争是区域性，是一个地区咧占领。但是后来变成全世界的战争，为什么那会变安呢？因为经济，经济啦，啊，我举一个例啦。正话过阵吼，恐怖分子呢，因发动一波过一波的这个破坏行动，就是在世界无同款的所在，拢有发生这个炸弹的事件。然后这恐怖分子就出来讲啊，讲因后一波。好、哦，因即马敢那，我感觉啦吼，因嘛敢那亲像咧耍游戏呢。因讲因即马要在世界各地发动一波搁一波的恐怖行动，吼、哦，敢那咧世界咧旅行安尼啦。然后最后要登去甲对美国，啊，美国的倒位呢？美国的白宫，就是因的这个啊华盛顿，吼、哦，这个所在，因的美国的首府，吼、哦，总统府就对啦，伫个华盛顿，伊讲最后要伫遐。发生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恐怖行动，因暗算要予美国人要一摆哦，要死十万的人，十万的呢？哦，一摆要予这山姆叔叔啊，一摆要死十万的啊。所以当下你一个宣布，伊拢也袂做哦，伊干那咧宣布尔。我甲你讲，过当讲全世界的股票市场隆重博，隆重博。你会感觉讲奇怪，伊是拍美国，恁是咧惊啥？哎，即摆即个地球已经无分啊啦！美国若无好，其他的国家的经济受影响无？一定会，一定会。所以全世界拢叫做地球村，已经因为经济那像一条蛇啊，将全世界拢裹做伙啊！哦，所以日后若发生战争，这个战争也影响迄个国家的经济，然后迄个国家的经济佫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迄叫做连锁反应。敢若亲像咱咧拍这个保龄球啦，你若拍到头前迄球哦，迄保龄球啊，扑倒落去，剩咧扑扑扑扑扑扑，拢总都了了，连锁反应。所以日后这个世界当若发生世界大战的时阵，伊会产生连锁反应，啪啪啪安尼，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开始咧战争。所以日后，无任何一个民族会通避免战争。所以呐，以圣经启示录来看嘛是安尼啊，启示录清楚写讲到最后这个世界会有一个世界大战，是咧决斗吼，是一个敌基督的国，然后伊会起来带领这个世界有一个最后一个战争。迄场的战争了后，上帝的国就临到了。哦，这是一个足大的奥秘啦吼。啊，总是即马大家已经拢唔惊啦，即马战争不是嘛拢有啦，大家即马拢。在电视顶看，你看，敢那当作咧看拍电影安尼啦。
啊，当作咧拍电动玩具安尼啦，只要有够唔惊死的啦，哇，这也无算啦，正经都好食啦咧，就健康拢麻痹去啊，恐怖的啦吼。但是以圣经来看，有一日审判这个世间，耶和华的日子会发生什么代志？就是发生战争。那以启示录来看，迄、那个战争佫发作的时阵，迄是足恐怖的哦。迄毋是干那讲山崩地裂了，迄是带来规个宇宙哦，吼、哦，地球、自然界、月亮、天顶的这个星，会引起一个足大一个变化就对啦。迄是自然界一个大灾难呐，足大足大一个灾难。所以这作些电影咧，把什么彗星撞地球啦，啊，什么什么，可能就是讲天灾人祸啦。当然，咱安尼讲，大家会惊啦吼。总是你也相信，你也相信讲，在迄个时代，迄、那个叫做上帝咧报仇，上帝咧审判这个世间的罪恶的时阵，义人必因信而得胜。这就是另外什么先知哈巴谷伊所强调的。所以，那个迄个日子无要紧，一个真正敬畏上帝人必定得到救赎，你唔免担心吼。哦，我相信上帝会保守看顾，啊，所以呢，这个先知西番雅伊所讲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把这个心话，唔忙吼，安尼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安、啊、尼真正发生，你就唔免惊。好，好啦，咱这期节目时间就到这，后一期过来介绍其他的先知，让大家熟悉，多谢。小老三，小老三，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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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你看这个新闻，又搁有人自杀啦啦！你看，哎呦，最近哦，报纸看来拢无啥物好消息呢，是啥物啊？哦，啊，看到心情足歹呢。哎，啊，你是要今麦是要创啥？嗯，你看无我要收单了啊！我包我款款嘞，要来休困啊，生理无要做，要收单啦。你要回来睡了啦，哎呀，你是在乱啥？不是啦，我都就是看最近报纸拢看一寡拢足无好消息咧，感觉讲咱的社会新闻吼，那拢未晓写一寡好消息吼，那未晓像咱这个电视台的名叫做“好消息卫星电视台”，报纸啦报一寡好消息，敢无足好诶？嗯，那报好消息无人要看，我甲你讲，咱人天生就是拢爱看一寡奇奇怪怪的消息啊。咱对这个好消息比较较无兴趣吼，啊，新闻的价值就是讲一寡咱日常生活想无的，大家唔只爱看。啊，我就是看咧啊，咱这个社会真黑暗，所以我咧讲啊，收单收单啦哈，休困休困，明日再见啦，明日再见。等下，你即马讲我哪想到？谢老三，你当时开始做生意啊？我那唔知，我当时拢跟你见面，我那唔知你有咧做生意，啥物收单？哦，我怎么用？我想到，你也无咧卖面，我也无看你面单，你咧收啥物单？你看这块桌啊，是圆还是四角的？这块桌啊，四角的啊。四角桌啊，通常创啥？通常都拍麻雀。啊？好、哦。小老三啊，你当时染到这个坏习惯哈，爱拍麻雀啊？啊，你唔知啊？这麻将是咱的国粹哦，偌好耍呢！哦，我今日招一个朋友，大家在拍麻雀，拍啊足欢喜啊，哈哈，足欢喜，啊唔得赢钱。无啦，你就是咱这种人足散的呀，无咧博钱啦，啊，拍趣味的尔啦，哇、哦啊！所以大家约定，今日个小兵明日。再见、哦、原来是这样、喔、哦消遣而已啦、啊、我知道、过年时大家消遣而已啦、哦、我跟你说、喔、你不要播、喔、你如果播了真的、喔、有的人为了打麻雀、喔、打到后面有的做老母的家的工作都没在做整天都打麻雀打到后面身体有的输骨肉慢慢都怎么有呢那打太大气了啦你是在说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咱现在新闻没什么看报纸没什么看不如朋友招招你来拍麻雀哈！啊，今日休困，明日再见哈！卖只敢看这个无好的消息、无好的新闻啦、啊！你安尼这个态度安尼唔对，吼、哦！那当然呢，咱对这个社会关心吗？不过吼、哦，像什么你讲明日再见这个观念靠健康，吼、哦、啊！什么款无好的代志吼，其实过拢过啊啦啊！咱新的时间开始吼，明日搁再见，
咱来每一日为咱的生活来奋斗。你像这个有人自杀，其实哦，啊，这个心情歹，打一个电话朋友讲讲的吼，啊，无就算来跟你拍麻将嘛好啊，对吧？大家有啥物心情不好代志，啊，讲讲讲讲了，等伊困，明仔载又过新的一天啊，何必在这想袂开嘞？生命这宝贝，我想吼，伊若死了，佮有感觉，一定做后悔，对不？因为想讲明仔载袂当看到亲人。明仔载袂当食卤肉饭，明仔载袂当食盐酥鸡啊！敢若想到这吼，心情都足郁卒嘞。嗯，那像你个枵死鬼，各项唔想拢敢若想死个尔啊！是咱朋友啊！啊，人生是真可爱哦。咱活伫世间快乐个代志真多啊，都爱较接受我快乐个代志，莫定定受这消极个代志，啊，咱莫受着这媒体新闻报纸个影响哦，莫受环境个影响，家己信心个坚定。对，像咱们讲了，我就想到，吼、哦，讲有一个阿婆啊，讲有一日吼，坐一台计程车，哎，个计程车司机吼，人拢会无线电嘛，讲有妖怪，有妖怪啊，有妖怪，听到请回答，有妖怪，听到请回答，哎，拢人，伊里面咧一两三四五，你若讲一二三四五，当然会听了唔对去嘛，所以讲有妖怪，有妖怪，嘿阿妈听着讲有妖怪，有妖怪，吼、哦，我要落车，有妖怪，你看，这就是吼，已经是规日吼，互咱这个社会母甲大家拢惊啦，啊。啊、对家己的环境真无信心，连有妖怪也听说有妖怪、啊、所以卖受媒体的影响哦。咱生活家己好好过，你讲是唔是？我听你咧讲遮济吼，我咧无这个闲工啊，我拄啊切切咧哦。明仔载我要继续来佚佗啦啊！人生吼，佫较艰苦嘛就过啦啊！想遮济哦，来来来来来啊！进来进来，甲大家讲拜拜吼、哦，明仔载收摊再见咯，拜拜拜拜拜拜。